但是无动态消息。一七月灵魂在播的时间，别忘记去看哦。国内时间7月9日1:35，优酷独播。二灵魂电影二的主题曲确定，并可能于11月在国内上映。可能三灵魂更多人物和照片被曝光了，灵魂相关的简报其实陆陆续续说了好几天，今天迎来了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干货。首先是微博少年张把曝光的一张图，银魂二电影中的 Lapdown 的曝光，由声优直接扮演，明白了吗？原汁原味啊，混蛋，直接真人化了有没有？太期待了吧，混蛋，这一波操作简直666吧。 Lapdown 才是银魂里的硬派啊，直接从动漫里走了出来，而且从照片上看还原度非常高，要看高清图的小伙伴自己去翻哦。而后是14的照片和万事屋场景的照片被曝光了，先来一张背影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这正襟危坐的三人，去年伊丽莎白也是坐在对面来委托任务给万事屋的，只不过当时辛巴是躲在后面的，大家的姿势相对更轻松一些，不像现在绷得这么紧张。可能这次是因为14性情大变的原因吧，面对他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不太习惯。然后现场的照片是这样的，据说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很多都是现场发挥的，比较即兴一些，几乎每次拍完一个镜头就会全体爆笑。当然这些都是从网上看到的，不过感觉现场很有趣啊，围着那么多人看着他们四个人表演，有机会的话真想去实地看一看。庞白君特别好奇，小栗旬的衣服有点厚重，是不是很热？虽然开拍的时候不是夏天，剩下曝光的就是一些万事屋的场景的图片，还有就是小栗旬躺着看不知道什么书的照片，很舒服的，混蛋。庞白君此刻坐在板凳上写公众号，你知道多累吗？给我起来干活了。总觉得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的家也可以装扮成万事屋，这样似乎装修一下难度不是很大的，只要舍得花钱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下面这张图片中右侧的那个东西看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，是坂田银时骑小绵羊时候的头盔了。第一眼以为是扫地机器人，能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了。当然说起会不会有银魂电影三，制作人说是有考虑的，考虑未来一直做下去，做成一个系列，但是演员太忙了，可能明年夏天比较困难。是不是听完制作人的这句话突然有点期待灵魂三灵魂四的吗？则先看完灵魂二再说吧，混蛋。我当然希望灵魂电影可以一直拍下去啊。灵魂二日本8月17日上映，中国大陆预计11月上映。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，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，作者庞白君，今日签到关键词是课本。